周杰伦的潮牌与 ASIC NFT 平台联名推出 Fanta Bear， 在1月1日中午11点正式发卖，全球限量10000个，正式开卖瞬间秒杀，单价为 0.26 以太币来算，进账高达1000万美元，折合港币7800万，网页一度陷入卡顿状态，5分钟内即售出3000个，约40分钟全部售出，而且该商品售出后二级市场在4个小时立刻翻倍，直接空降成为 OpenSea Top 6热卖 NFT， 目前仍在上升中，这让 Fanta Bear 荣登艺人概念联名 NFT 的全球冠军，赢过小贾斯汀的概念 NFT， 是次联名 NFT 的 ASIC 平台由周董好友刘畊宏、耿展和制片人姜秉承等友人共同创办，除进军 NFT 市场，未来也有开发虚拟演唱会的计划。身兼 ASIC 台湾地区发言人的姜秉承表示，会跟更多的明星合作，一起研发好玩且值得收藏的 NFT， 敬请期待。此外，周董自己珍藏的 Fanta Bear 则是一只穿着以他生日18为球号的球衣，顶住爆炸头，双眼呈星星状，右手拿篮球，左手扣篮的小熊。据悉，除了好莱坞明星尚克劳范达美，也有一些天王天后也已收藏了 Fanta Bear 限量 NFT， 近期将陆续公开。